一陣想食咩啫 ？BBQ 都唔錯喎，一定要食埋甜品。唔懶，全部一次過食曬，包喺我身上。哇！追到咁大煮咁多嘢，你搞唔搞得掂㗎？你同我定，我有辦法。噔噔噔噔，就系呢个五合一折叠万用焗炉啦。听个名字就知道唔止焗炉咁简单啦。除咗有日系超清新嘅薄荷绿色外形，焗炉仲可以变身添。折叠式设计可以180度打开，变成可以一边打边炉，另一边可以同时 BBQ。烧烤架可以换上煎盘，亦可以利用心窝做小炒，一机五用，够晒悭地方。两边仲可以独立调校温度，有埋时间制，中意几时食啲咩都冇限制。一边烧嘢食，一边打边炉，系咪好有 feel 咧？满足晒我三心两意嘅要求啦！哇，热辣辣，香喷喷，好正啊！你都试下。吃完肥牛，慢慢烧埋龙虾，仲有最中意嘅烧鸡翼。哦，个皮脆卜卜，猪肉又 juicy， 够晒香口正啊！想转下口味，可以将烧烤架换成煎盘，上面一个个嘅细窿可以避免啲油滴落加热管，炉底嘅接油盘可以拆出，加上炉具采用防黏涂层设计，耐高温又唔会咁易黐底，清洗容易，咁就够晒方便卫生啦。煎嘢食咧最惊有油烟味啊，你闻唔闻到啊？梗系闻唔到啦，个炉我拣噶嘛。哇，你睇下我咁花腩煎得几靓，想唔想食咧？请你食啊！都系冇颜色。心窝除咗用嚟打边炉，仲可以用佢嚟煮翻几味家常小菜添。哇，真系好有镬气啊！连我呢啲平时咧唔入厨房嘅人都觉得好容易用啊，系咪好抵赚呢？我唔准你赞我住噶，因为之后仲有甜品啊，你食完甜品先赞我咯。将佢合埋变翻成电焗炉，可以焗牛角包、甜品、焗乜都得。玻璃视窗可以观察住烤焗情况。哇，个牛角包焗得几靓，跟住再焗埋心太软，个肚腩仔一定好感动啊！哇，流心朱古力系咪甜到流呢？我咁叻，你识点做啦？系咪要奖励下我咧？